儿子，儿子，哎，爷爷，儿子在哪里？儿子。上次不就没有帮到什么忙吗？这次让我帮忙。那你小心点。阿特，行行行行。阿子，就是这了。真的少了呀。
忙接了个电话，然后我这会儿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今天早上忙了一天了，吃了饭再下去。没事，我等会儿真的还有事儿，你就先走了。过两天再过来看你。那好了，那我慢点。好，那我一定回去准备做饭了。拜拜。好的，拜拜。阿子，嗯，你知道吗？我晒点豆角，然后准备上山去背点柴啊。今天就别去背柴了呗。怎么了？要干嘛？你之前不是心情不好，所以我想带你出去转一下。不用了吧。没事，你就听我的嘛。是，你今天就听我的嘛，然后我也给你准备了一套衣服，我也不知道合不合身，就不好吧？没事，要不你去换一下吧，反正这衣服买都买了。哎，儿子，还挺合适的嘛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小了点？合适的话就行。那我们走吧。好吧。儿子。啊？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很美啊，很漂亮。是吗？嗯。其实还有一个更美的地方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就在那个上面。在那上面吗？对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？走呗。走。儿子。嗯。感觉这怎么样？好美啊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玫瑰园吗？是。真的很漂亮。你过来一下，儿子。你看。哇，好美啊！你什么时候摘的？哼，路上摘的。应该不会吧，没事，送给你。谢谢。很香。嗯，走，我们去前面看一下。好，前面好多花。阿子，你饿不饿？我还饿。我有点饿了，要不我们下去吃点饭吧。订了一个餐厅，然后就让你随便吃点。嗯，不行不行，我们随便去街上吃点面就好了。没事，吃面怎么可能吃得饱？去吃饭吧。那不行，我们还是随便去吃点吧，不要去餐厅了。那行吧，那今天就听你的吧。阿子，这里你吃的习惯吗？这里饭菜合不合你胃口？挺好吃的吧？合胃口的话，我还是带你去那个饭店吃吧。你还没退啊？还没有，因为我怕你在这里吃不习惯嘛，所以就还没退。没有，这看着挺好吃的，你还是退了吧。我两个人吃那么多菜就够了。也行，你吃的习惯就好。嗯，那快吃吧。这天等下快黑了，我们等下上去不好上去，就先吃饭吧。阿祖，今天开心吗？挺开心的呀。那要不要再逛一下？不逛了，天都已经快黑了。也行吧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刚刚打包这些饭菜干嘛？谢谢啊。看见我俩没吃完就觉得浪费嘛，打包回去嘛。行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嗯，走吧。你现在吗？你知道你吃的花的都是谁的钱？你有什么能力？你今年多大？
其实阿紫还是挺好看的吧。喂喂哥，你现在在哪？我在四川啊。你在四川啊？我现在已经在俄边了。你怎么到俄边来了？我还不过来，妈妈在家里都气死了。我还不过来，我不过来，我在家里待得下去吗？你到底在那边干什么？我，这电话里面。现在你说不出来是吧？说不出来，你现在我跟你讲，你立刻马上到俄边来找我。你要是不过来，是不是？那我就把你的卡全部停掉，我让你加油都加不起。完了完了。喂喂哥，我到了，我在那个高铁站的门口。现在过来啊。过来。来，钥匙给我。好了，现在你说了，你总要给我一个交代吧。我离开这么久时间，我也没有干什么坏事，我只是想帮助一个人。你帮助谁？一个叫阿紫的，他的那个坚强、善良吸引到了我。你现在吗？你知道你吃的花的都是谁的钱？你有什么能力？你今年多大？他到底有什么困难吗？10000-20000能不能解决？马上回去，10000-20000解决不了，10万-20万行不行？其实，哥，你先不要激动啊。你刚刚说的那个方法我也想，可是我跟阿紫接触了这么长时间，他并不是那样的一个人。不是你从小就告诉我人穷志不穷吗？君子不识嗟来之食吗？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觉得对不对，哥？就静下心来，你听我的，你跟我一起去看一下，你跟我多去了解一下阿紫，跟我一样，我觉得肯定会对你有一点点改变的。那好了，去看一下，看一下就看一下了，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了。哥，你看这风景，可以的。那个好像就是阿紫，是这样吧？再去看一下，你停一下，你停一下。哎，你告诉我你干啥？没干啥了，怎么回事嘛？哎，不用你管。先知道有话好好说嘛。咱有话好说，不用你管，这个是我的人，我想干嘛就干嘛。什么事情嘛？怎么自己？我欠了人家钱，我今天要拿这只羊去比赛。家里面就那么一头羊了，你还要拿走？是吧？出去举办，杀一头算了。别别搞，别搞，别搞了。你让开我，这是我自己的羊，我也必须要牵走今天。知道？你别动我！你啥的？你先，那你快回去去，不用了。放
妈妈，求求你，妈，别跟钱了。阿紫，阿古以前一直都是这样子。没有，他以前对我挺好的，现在。我们有三个孩子，他应该是压力太大了。大的那两个是双胞胎嘛，现在8岁了，小的那个也已经3岁了。他应该是压力太大了，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阿紫，你拿手机干嘛？我真的没办法了，我给我妈打个电话，让她劝一下拉姑。是你别哭了，阿紫，我会想办法帮你把羊弄回来的。我的拉远他应该已经卖了。哎，阿紫。